铁路局所发行的建国百年纪念币。建国百年纪念币一枚双色，这币有总统府及国旗，背面则有国父。梅花环岛特快号列车为反面造型，每枚售价1200元，每枚售价1200元。另外有销售各式零食、饮料、太阳饼。台中名产太阳饼，纯手工精致，名为新鲜，送你大方。每盒售价250元，素食者可使用。小心袋子哦，小心袋子。哦，我们店名知道。对啊。